张雨绮整容的传闻一直是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，甚至有网友找出她刚出道的照片，质疑张雨绮整容换头。张雨绮刚出道那会儿，感觉和现在完全不一样，那时候很清纯感觉，这样近看的话更觉得双眼其实有点像丹凤眼，又细又长，其实挺好看的。搭配五官的话，当初能被星爷选中做星女郎，就是因为长相和气质都很清纯。从这张照片应该看得出来，张雨绮应该是内伤的眼睛，而且这个角度看过去有点神似宋慧乔呢，这里也能看出是双眼皮。但是星爷不知道当初选中的清纯女孩后来会转型为性感女神。张雨绮在《刀剑笑》中的表演，光看剧照都觉得她超级妩媚呢。再次参演星爷电影《美人鱼》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是走性感路线了。之后很多网友都说张雨绮的双眼皮是开刀动过的，还传闻星爷为此生气骂了她。